港版的三星 S2 一加性价比简直太高了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亮，今天来到华强北市场帮一个粉丝朋友找一台港版的全新 S2 一加。本来呢他是纠结国行港版的，但是呢因为他比较信任我，我推荐他港版的，所以呢他果断选择了港版，因为港版的价格呢确实便宜一些。港版的全新的 S2 一加256的尺寸。机器拿到手了，全新的港版 S2 一加12+256的。再重新说明一下哈，港版的机器呢都是激活的，右边这个白色的纸呢是发票。机器外观呢自不必多说，全新的哈，没有瑕疵，新机膜都在。很多人问我港版的支不支持 5G， 支不支持双卡，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，全网通双卡双待，支持 5G 的哈。机器呢里面也是没有配备这个充电头哈，现在所有的三星的机器都是这样的。这个港版的 S2 一加 256G 的限量尺寸哈，港版拿货是4650，咱们下面去看一看国行的价格怎么样。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国行的8+256的现在市场拿货呢是5240，紫色的8+2565240。大家可以看到哈，这个国行的呢 S2 一加256的报价5240，跟这个港版的差价600块，这个差价呢还是比较可观的哈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做这里哈，如果需要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，拜拜。